什么意思啊？他哪都短，小小一颗。阿威弟，你第一人称视野你拉多少啊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83。刚刚84，然后刚调到83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时不时调一下。我刘爷怎么跑去收最贵点的呀？那我装吗？我操，这边跳了12个。小朋友才知道。我还在外面转了一圈，你还没找到。小白龙没有就没了。啊，我们把那个甲油给他撞了吧。等一下，看一下。他人去那炮楼了。还有两辆车。我跟你讲，他回不去的。炮楼走了俩。炮楼去了俩。那直接给他打了。啊，直接给他打了。去了两辆车。你可以先拉。那这里拉又可以架枪，看能不能抽倒那个位置，兰姐。你们先下一个，先看看情况。硬接我。你们先下一个，先下去看看情况。他俩不是一台车吗？可以，就下一个就行了呗。妈的，等我你们怎么接人啊？走吧，准备撞了。我还没撞了。楼顶有一个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来。皇上，你有背景，你搬副驾吧，我们三个顶。好，雷响头屋顶那个。看他队友回来了。到了，我走了。兄弟，可以吗？我把他蹦蹦丘了一个胎。五点一个。还有一个不撞。还有一个不撞。就给他撞了。你们两个顶两个，我顶那个平地房。你们给我们架好，到的话。让他出来接我们下车。楼顶有一个。几个脚步？二楼，两个都在大厅，两个都在大厅，二楼两个都在大厅。OK。一个上阳台，跳了，刚好在上门。跳到一个。跳一个。外面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好，剩一个。他就快了。接他队友下车。两个。两个。黄，你过来。后门进了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过来，忙到，等一下，在哪里？二楼，这边下来了。环境，牛逼！完，一枪死个嘚儿，我打了他三枪。别吵，等一下会有人劝架的。人不多了。我截胡。我上去看一眼。24个人，不过应该没事，我直接救了。哎，我们要，我们注意的前那队。OK， 来了。二哥的车吗？我先停，然后你们顶。停。OK。我的侧面有个86。前方有危险。停哪个位置？你直接给我标。你先顶我前面那段。我左边有个人。他们怎么要走啊？我左边有一个。不知道，我刚才放倒了。我能顶你吗？可以，我就可以追了。快进去帮黄二，小心他远点的啊！他可能会从右边兜，因为他知道我倒的位置。我拉你起来，我看右手边。行。我看一下点。前方有危险！快进，快跟我！等我！你在哪？在哪？这个顶上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脸上就有一个。你们右边能清一下吗？我脸上就有一个。我一个人把他炸倒。前方有危险。好一个，我晕倒了。我这个车了。前面还有一个。
前方有危险。看到了，我停他四个嘞。能压吗？等一下，三秒。我帮你们抓，我帮你们抓。楼里我们俩在顶队。好了，到了到了到了，你注意打。跟你往左边蹲，停了没有打三，停了没有打三。就两个，来跟我压近点这个。那个外地你开车，准备顶。我没开车，没开车，我已经到半坡。抽到一个，抽了两个，抽了两个。上次你拿最后一个，拿最后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杰哥呢？这里。前方有危险。跟我，跟我一个。我再跟你，走走走。我看我从右边，我从右边，你们顶。不过我跟你直接从右边下面直接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跟我跟我，我在我走，走，他们还要拿巡洋枪，你俩没地方待，先把巡洋枪拿了。冲到啥？飞到点，近点可以直接去。我去巡洋枪了，来人跟我一起。没多少人呢。假如库上下河岸边去了，有高一甲，你去拿。我去拿一下。共享一杯老六。那几辆枪的车？你们俩自己盯你们周围的位置啊。我们得过了。我们得过了。我们这没圈。前方有危险。你们去这个绿点集装箱。哎，三仓有人。三仓有人，门口这个仓就有，你们绿点放一个就行，拿一个去帮库库。不要我们的防甲的库，甲库不会来我们这的。前方有危险，跑的车，跑的车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停了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们好像没圈的，别着急啊。是哪里的？甲子库的吗？我操！我这边有一个。标枪。在你对面那个。你对面那个。标枪吗？那你看甲子库。标枪有一个。你进点什么情况？黄标标枪。那没事啊。先看屁股这堆，蹦蹦。蹦蹦跑了，他们去黄金那个标枪了。没跑，还在那，蹦蹦还在这，还在蓝点。我是甲子库那队。前方有危险，还有一个不是吗？嗯，两个的啊。那强挺那空投啊，他们有没有圈啊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。这边推上两个。我要拉出去打他。那烟是他们舔空投。我操，不早说。我哪知道？我看烟上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他们舔空投。那还有个坑。前方有危险。冲蹦蹦来，好像要往那边撞。好像往那边撞。往哪去撞？往那边。我看他躲到后面去了。好像往我们这边走。好像往我们这边走。那是撞哪来的吧？停了吗？你往后面的。我怎么被你们那边抽啊？你妈肯定会被抽啊！给我们这边提个烟。我提不了烟，我没烟。你们有车吗？开着车顶过去帮他，从右边往左边重新打了他就好了。几个人？过来，直接过来，就一个。右边我能架完，你从往左边左手突过去就能打他了。右边我都能架的。你们直接绕到后面去就行了。我他妈就开车撞他了，准备来来，一起上一起上。OK。打一个。转，下一手。你看左边，右边我能看，你就看左边门就行了。右边门我能看完，你们两个只管左边。我们从那进去。他就在里面，在里面。里面。里面有雷，我躲一下。里面就一个。去帮他吧，直接进。我脸上。我打墙了。倒了，打进他队友，留住脚步，进点。我在。马上，在我们隔壁集装箱都不在这。没有给我切东西说。一箱倒地。打一个。你上有雷啊？我打药。先打药。你别急。我再擦药。我打的那个是满血的。听我说。往
我蓝点有脚步吗？对，这个蓝点就在江里。我看到了，我从那边贴过去。我看到了，我也贴了。他在那个中间的顶停，我给你们标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就这个，你贴标。他中间顶停那里，左边有个枪声 ，AK 漏了没？前方有危险。给右边打个烟，我帮你打个烟。大盘机接着抓。哎，他打死一个，我打死一个。高架好像有一个，好像。高架，高架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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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再贴一个。我跟着你的弟，我跟你的。右边那个枪是前方有危险，三打一，在我这，你别接，他可能会 run 你。左边，在我左边，在我左边。他过来了，神圣国。